聽講呢度嘅 Dinner Buffet 最近新加咗榴蓮甜品喎，身為榴蓮紅嘅我點可以錯過呢？一於睇下啲咩好食啦，行啦！闻咗咁多款之后咧，我就觉得呢个榴莲球咧系最好食嘅，因为咧佢入边真系爆浆，一咬就爆，不得了。而第二个推荐嘅咧就系呢个榴莲布甸啦，因为佢上面咧有一层榴莲蓉啦，而下边嘅布甸咧好 creamy， 正。